据英国《镜报》4月1日报道，波兰媒体日前曝光一组空姐在飞机上的不雅照，其中不乏露乳沟、掀裙底等行为，甚至还有空姐与飞行员进行色情表演，尺度之大令人咋舌。其中一张照片显示，一名俄罗斯空姐避开乘客，坐在座椅上主动撩裙子，露出丝袜花边。如果说这还仅仅是私下行为，那其他一些照片则显示一名空姐身着比基尼，大庭广众之下大秀乳沟，另一名空姐则在男性乘客面前露出丁字裤。在这些照片当中，最让人震惊的一张显示国泰航空的一架航班上，空姐和飞行员进行色情表演的画面。该航空公司在确认此事属实之后，立即解聘了两人。但此前曾有报道称，照片并非在飞行期间拍摄，而且两人是情侣，他们声称照片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盗用并发到了网上。